好，看一下这里哦。他说求这四则什么值最大值怎么算？来，首先观察一下，有几个未知数？两个，喜不喜欢？不喜欢。可不可转换？可以。怎么转换？麻烦你把 cosine 平方转换成一减一 sin 平方，行不行？后面这些都不动，所以说重新整理一下，是 f(x) 是几？负 sin 平方减三 sin 加 sin， 行不行？写到这边之后，注意听，它是一个二次，一个抛物线，负号开口朝下，这样行不行？顶点坐标是什么点？最高点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麻烦去把顶点坐标算出来，行不行？顶点坐标怎么算？有两种方法，第一种用配方法，第二种用公式法。像一般来讲，三角函数在这边，我们习惯上用什么？用公式，负的二 a 分之 b， 好不好？因为三角函数这边后数字比较丑陋。用配方后不好配，所以说只用公式，负的 2a， 负的负二分之负三，算出来是负的二分之三，行不行？把 fs 算出来，负的四分之九，加上二分之九，再加三，你去算一下哈，算出来是四分之二十一，行不行？写到这边之后，拜托大家一件事情，不要太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 sin 本身只能借一到几之间，负一之间。今天负的二分之三是超过这段范围的，所以说其实这个顶点坐标讨不讨论？不讨论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时候我只要看这段范围是就好了，因为这顶点并没有在这段范围之内嘛。所以说最大最小怎么算？麻烦你这时候我只要把 sin 用一代和 sin 用负一代。直接把这两数字怎样比大小，是不是好了？所以sin用一代带进去，负一减三加三是几？负一。sin用负一代带进去，好不好？负一加三二加三五，带下去是五，是最大就最大值，一是最小就是什么值？最小值，所以值是几？五。OK。